是来一个年轻的妹妹，哦，你搁在家创啥？放伊两个人伫厝里哦。会安怎？男人都是靠下半身哦思考的动物呢。你讲会安怎啊？应该是不会啦。我当初时嘛想讲杨俊伟，我跟你讲，袂肥的狗吼，真是会咬人。我看你赶紧回去哦，对付恁萝卜糕啦。对付我敢若会安尼尔？哎呦，安尼有啥物路用啦？你得采取实际的行动。对，对付哦，萝卜糕这种传统的男人，都用这种传统的方法来对付伊啦。啥物传统方式啊？都是小平啊，阿芝麻和小平用这种方法都对付过啊。谁呐？迄个小红哦，若是敢替伊生伊呐，我就干伊平。哦，不是讲小红啦，是你啦，你把萝卜糕生囝啦。是啊，虽然是旧无数，也毋过是上有效的。迄嘛啊，看我生会出生袂出啊，我拢四十岁安尼。你无钱哪会知影？只要有一点仔希望，你千万毋通放弃呢。莫让外口的查某伤担心。你看我啦，就是一个血淋淋的例子，我敢无够凄惨。我等伊生囡啦。小红啊，你是安怎嘞？你来看。寻人启事。你爸爸拢看寻人启事啊？啊，我看哦，你也是卖让你爸爸烦恼啦，赶紧等伊装卡哦，进房来啦。去给我爸逼婚的，嗯，叫一个迄真黑的残桥啊！迄人啊，就迄个啊，王来哦，王来，你叫王来啦，别讲王来啊！伊迄个人，爱搁肥搁短，大口袋，爱头都爱短咯，还搁下面两片大包衣啊，我哪有可能介意着伊啦？小红，罗大哥在苛刻啦，感情哦是当豆豆来培养的，你会使把伊当作是小白兔啊，小白兔伊嘛真古锥啊，因为你还袂甲伊生活，你哪会知伊的优点啊？而且咱人哦，毋是看外表，外表会老，咱人是看内心，内心哦是愈老愈水，就亲像我甲秀美啊。十几冬来哦，逐工吵吵闹闹，只毋过我知影，我会甲伊手牵手过一世人。小红，你安尼带我看，我感觉情人眼里出西施。啊，对，就算讲哦，这下个肥个短大口袋啊，下面两个大包也包包包啊。情人眼里吼、哦，永远会出西施啊。什么情人眼里出西施？萝卜糕啊！眼里竟然敢有别人？不是，你误会啊！我眼里吼，永远哦，敢那有你一个西施娘啦。对啦，
查甫人结婚前哦，确实是情人眼里出西施，啊，不过结婚了哦，目睭内只有西施，啊，不过是一个槟榔西施。哇，你是讲话哦？我无做过槟榔西施，你误会啊啦！我管他你是不是槟榔西施啊！我看你是罗娜好朋友，才无把你扒落去哦。你即马随到我走。啊，莫管你逐挂出去，伊要住倒位啦？你搁替伊讲话？王来，王来，王来！你不过我走是啊。正经人讲假的啦，当然是正经的。水妹，这种处罚我喜欢，我来喽！咱两个就拢有一个愿望嘛，就是吼，要好好食一个暗顿。美玲，你讲，咱两个做伙拍拼几年啊？我想想的吼，差不多18年啊。迄阵啊，咱两个吼在交往尔。美玲，你真是要带我出来佚佗？大呀，你是我美玲啊上崇拜的偶像呢。不管你要去对啦，我绝对对你到对。咱两个人的地位，跟咱两个相守，绝对呢，我就拍出一个属于咱两个人的一片天啦。赞，我就欣赏你的气魄。不管哪，从今以后，咱的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好。你听话，跳出来做肉店替我红毛，这件代志我永远都袂袂记的。卖讲以前，搁今嘛，搁后街啊，我比恁啊照常同款安尼做，安尼听，惨叫咱两个是清白的马子的。当初那不是我苦劝你，手下洗手，卖插伊个代志。今嘛，今嘛，咱会当来好食一顿嘛，袂歹啊。但不过，你对咱真望大，敢讲话得过？是我17年，甲对方开情走路了，四界落来。咱不是真望大收留我，给我食，给我穿，我嘛无去哪里。即马真望大有困难，何必咱个甜甜食？你若再聊落去，万一若爱牺牲着你的幸福，安尼嘛是不要紧吗？这我有想过。确实讲，我你对我真心的，伊就心甘情愿做我的黑道夫人。安怎？我敢讲唔对？唔是啦，花大人啊，你袂感觉你刚拄仔讲出黑道两字，拢无啥代志呢，啊，无啥反应。哟，黑道夫人，听起来哦，足威风的呢。安尼我后盖哦，就啥物都唔免惊。想袂到我的人生哦，比电影还要精彩。总，
文丽啊，你来得真拄仔好，有一件代志我顶下甲你讲个清楚。什么拢免讲啊啦，我拢知啦。你知？嗯，就是做黑道夫人呐、啊。哎、欸，费永丽啊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你敢不知道什么叫做黑道夫人？费文丽哦，不是三岁囡仔啦，什么大风大浪我嘛度过。我再讲啊，做黑道夫人哦，是偌威风、偌浪漫呢。是真对啦，啊，不过嘛有真侪危险呢。大哥的女人不好当哦，你敢唔爱考虑者？哎呦，有啥物好危险嘛？有你伫咧，会当保护我。哎呀，真正，这个我哦，唔知影死活。包总，啊，既然咱两个决定做伙啊，你不管你做什么决定啊，我拢无怨无悔的支持你。有一部电影我上喜欢《无间道》，伊内面有一个台词啊，讲啊，只要男人好，女人做什么都行。文丽，你真是我的知音呢，我不同意过。你两个囡仔做嘛当有趣呢？你当作在拍电影哦。你决定啥？既然我心中有人在支持我，我决定惨惨的给抓落，冲出江湖。Yes！ 哈哈哈哈哈！哦，我当作今日咱两个头壳点一条尔，费用你啊，我包赚钱了，你害死啊！我敢要生小兵娘的呢，你来做较准的啦。嗯，若要做大，出去咱有所牺牲啦。金梦大有交代哦，讲后个月角头会社联谊会叫一定爱到。啊，我即马若无先准备两只，死狗用惊你，怎样用扛得出来？兵娘，实在固定无意思，两只叫叫阿西，走下了。嗯，紧啊！收留你的呀！我著家己讲过啊，若无做些事，还绝对歹转啊。即马著十外年拢过啊，我搁较无迄个面转。阿兄，你敢转去还无啦？其实吼，阿爸真想你呢。是伊哦，强逼家己当作无你这个后生，即马叫我转去招翁呢。啊，你若是跟我转去吼，我著要甲迄无感情的人结婚啊。巴大金，安尼也好啦，安尼吼，你会使告老还乡，人就找袂到你啊，安尼较妥当。就算讲我会当覕一世啦，我敢有才调覕一世人哦、喔？
到底是在讲啥？我哪拢听无啊！阿兄，小红，你什么时阵变成暴走的妹妹？啊，你不是叫钟楚红？我啦，是的啦，是因为吼，我阿兄离开厝的时阵啊，伊有交代我讲，唔通讲出家己的名啦，伊若无，感觉有危险。对啦，阮叫做包仲，叫做包红，阿靠人一听嘛知阮是啥物啊？我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啦，啥物神的得失别人我嘛唔知，我总袂连累家己小妹啊。哦，莫怪哦，连我都唔知阮包大人了有一个妹妹叫包红哦。好啦好啦，这代志我咱有闲再搁讲。行，好。哦，今仔内底坐坐，今仔变遐大遐水，哈哈哈哈。行，来来来。小红因家当故乡的王来园哦，对王来园的田头安尼看过去，看袂到田尾，田园我尔啊看了。哎呀，哎呦哎呦，啊，搁有哦，因家的用店面啊，搁因厝啊，啊，通风甲像个红玉同款啊，啊，搁有这头安看过去，搁看过去，所以你看会到的，拢总是因家的。这个无啥，我跟你讲，我包大人啊，伊根本拢无将这财产咯藏在眼内啊，伊今日决心哦要出来外口奋斗拍命，要做上街乞讨人嘞。结果嘞，即摆讲要反悔，要漂白，要做好囝，这才有厉害。切！哎呀，你快点，把公仔领下，这个没人敢。红叫我跟你讲哦，伊人无在我家啦。你别烦恼啦，只要我咧家听哦，无人敢甲卡啦。你是查某鬼啊？你叫伊别搞进来。我甲伊讲话，哪里好？我着喊你三个月甲我娶一个某进来栽人，继续我的往来鱼。啥？三个月娶一个某倒转栽人？阿爸，伤憨啦！我的恋情才刚开始尔呢，我虽然讲，我若我都娶到我爱人啦哦，我暗时啊睏袂着，啊不过你莫看人要嫁我无？喂，阿爸，阿爸，吼，爸一点拢无变呢，从来拢捌甲人个话听完，煞袂去甲你介绍，来红，这位吼是阿芝姐，芝姐你好，我叫包红。以后吼，要来见到你啊！唔通安尼讲啦。哦，包总，你真正是乌干啊底导游呢，看袂出来，你就是传说中的产侨啊。哦，岂止是产侨啊，因家哦根本就是产侨内底代表。那真正要找一个形容词哦，应该就是产侨内底产侨啊。哎呦，你莫安尼讲啦，安尼讲我也歹势呢。好，即马吼，阿兄要甲你隆重正式的介绍，这就是你未来阿嫂费文丽。哎呦，死包仲啊，咱八字都还没一撇嘞，啊，而且我妈妈做过人的阿嫂啦，啊，我唔知影要安那甲你拍招呼吼。既然带来人无熟，难免拍招呼。包总啊，归去吼，你搬来遮大啦，阮弟红红嘛伫遮，而且恁兄妹啊，足久无见面啦吼，大做伙互相嘛有照顾，哎，咱遮嘛较热闹。哎，丢啦丢啦丢啦！啊，归去直接试婚。试婚。过来滴啊，包总啊，啊恁爸毋是爱你三个月内底结婚，你会当先试看麦，甲文丽敢会当做伙生活？恁来知影哦。单恋来，跟真正的婚姻生活是无同款的。他说在婚前也当互相了解对方的生活习惯，可以降低离婚率呢。你看安怎？哎呦，这款代志你讲好就好啦，我无意见。我有意见，阿爸袂赞成啦。阿兄一人伫外口吼，孤单真久安尼，十外年来拢捌家己亲人带到阵的。阿兄真是要尊重你的意见，不过我想要听阿爸哦。你真正要听我意见？哎、欸，
先生啊，即摆是我甲你试婚，毋是你甲恁小妹试婚的。你若先问伊意见，你该先问我，你哪会先问你妹妹啦？啊，伊是小姑呢，伊意见嘛真重要啊。我就是主角呢，伊是配角呢，啊，先问意见嘛，先问我，哪会当先问伊啦？我不管啦，阿姊，你要听我主持公道啦。哎呦，文丽姐，你莫生气啊！你讲的嘛有道理啊。什么道理啊？无啦，大啦，无啦，你小王脾气不管啦，我只管一下嘛，你管我？哎呦，啥等嘞？啥等嘞？拜托，拜托。哦，查个。喂，是下警察局。老公，老公，你快来看，我体重少了两公斤哎。哦，老婆，那是因为你还没化妆。Ha ha ha ha!